这是杜海涛和母亲拍摄的一张合影，母子俩站在一起，一看就是亲生的，无论是五官还是气质都像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。杜海涛的妈妈虽然已经一把年纪了，但是却一直活得像个小女孩一样，不仅活跃在各大综艺，在生活中她也是个乐观天真的人。